不想念的。我今仔日咧欠长内道，互你读甲研究所，这是王爷的宝贝。啊，你甲我讲唔读就唔读，这是要安怎向王爷交代啊？你家己嘛，甲王爷讲看卖。相信王爷支持我的决定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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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最近在干嘛？他还不接我电话。喂，还不说，再不说我就要跳车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吃的盐。哇！人家称我们这里为盐分地带，可是因为土壤太咸，不好讨生活。但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也都在这里努力活下来啦。然后呢？小韩，我什么啦？我休学了，我想回家工作。小韩，我想要回来对你饲鹅啦！啊，冻错啊啦！较细腻的啦，用较贵，用较贵。
啊，你一天甲妈祖婆讲的，啊，袂在讲这啊。啊，我早也知影你要饲鹅啊吼。哦，啊，我就免咱你，互你咱直直踏踏踏踏踏到研究所啦。啊，啊，你归去吼，就到到毕业就来坐落啊。你真正吼，无采我对你吼一片的用心。我甲你讲哦，读册甲讲，啊，饲鹅莫甲讲啊。爸，怎么样？你有看到吗？嗯，好可爱哦。他们是在吃东西吗？为什么头要这样摆来摆去的啊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鸟吗？好几年前，如果不是这里的人发起保护湿地运动，你现在眼前这片海早就被填起来当成工业区了。不过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干净，所以黑面琵鹭每年都来这里过冬。虽然鸟的数量变多了，可是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回来啊。那你呢？你是这里人吗？我拜托你一件代志吼，啊，你敢来准备好？哦，好，啊，我三点去看啊吼，好。
杰啊，拄则你所看的吼，今仔日七股这块土地，拢是大家用性命拼出来。少年人有力量吼，都爱坚持落去。你大车吼，先扛起用啊！若果是要当来做吼，你千万唔通放弃啊！爸，还阁有吼，小孩嘛唔通放弃呢。原谅我，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，我这书呆子也可以很有用啊，不然每天只是读书读书，读到最后也只是关在实验室里面上下班。我想说，如果现在不回家学，以后这片课田谁来养？家乡需要年轻人回来努力。真的希望你能支持我的决定。我知道你想很多，我也很想要支持你的理想，可是，谢谢。讲啦！哎，打开一下柯南啊！不理你了。狱警，然后将军。明明就是将军。没有，我们从北到南。是吗？对，我们从北到南这样送货。将军不是中间吗？对啊，将军在中间啊，所以我们要先去北门啊，然后我们这样绕一圈下来。可是你刚刚说北门，狱警将军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小孩，你给我点意见吧。哎呦，我不太会台语歌啦。我没有说。
说柯南这个要台语歌啊，你可以唱流行，我们可以选流行音乐。五角兵纪念馆。因为有王医师留在家乡的奉献，才能减轻许多五角病人的苦痛。很多年轻人受他的精神所感动，所以选择回来台南。嗯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嗯，谢谢。哎，从里面坐。啊，时间到，哪还袂开幕啊？哦，啊，你这个是可能的呢，啊，啥物有可能啊？啊，啊，我吼，啊，是可能的。嘿，柯南生蚝今日开张。